很奇怪，用腕表测的电压也正常，但是它就是用不了电。你看，灵活之间电压可以。他们怀疑是大门控制器不好，用着用着突然就不正常了。拆掉这两个线，电压就正常了，就是不敢往上接。这样，他说那个什么，他说什么短路，短路了。啊。嗯，我看一下吧，看这个没有电是啥意思，送完电以后没有电，现在是有电的。嗯，现在有电，现在电压是有电的，电压有电。电压220有，零线还带电呢，送一下电。啊，火线有电，啊，那就是零线不好了，零线不好。它和这个没关系。嗯。但他们那这个没烧，这个没烧。没烧。嗯，这个应该没问题，我觉得。这个没烧，这个主零线完了。主零线从哪来的？从地下呀。不知道，不懂这玩意儿，你说。这没事，不懂没事。问我啥也不知道。没事没事，嗯。走到地下，走到那一头去看看。你配电箱在哪儿呀？配电箱在车库。嗯，不拉了，就这样了。在这儿。嗯。你看看他哪一个是，我也不知道他哪一个是那个。他也没写，关键是。没写。咱也不懂这玩意儿，也不敢动。嗯，对。哎呀妈呀！没事，放。这么多线里头。嗯，线可多了。那个线从哪走的？但那应该有单独走大门的。对呀、啊，外面的线单独一路应该是。正常220电压挺高的。这380伏的这个。我知道，真的。可以啊，电压都正常，正常，零压是不带电的。电压没问题，零线接的都正常。关键我想知道哪一个电闸控制的是大门的电路，那就一个一个拉，拉闸断电。一路一路往下拉，还有，那狗老是叫呢，听不见。还有，再拉。电闸全拉了，把总闸都拉了，这个线上依然带着电压。难道他这个大门的电不是接自己的电，是接别人家的电吗？电闸都拉了还有电，说不过去啊。他电闸拉对了吗？我得过去看一下。看一下配电箱，总闸都拉了，上面都没有电，但是浪用保护器上面还带电。就是这个不走总电闸，从上面下来的，这个什么电呢？没接呀，没压，线都没压呀。是没电的，去看看。还有，再拆掉这一根火线，还有电，还得再拆一路。
还有中间这一路。这次估计就没电了吧，看看有没有电。还有电从哪来的？线上还有电，这是用的别人家的电吗？山路线都栽了，一二一二，进来以后没了。嗯，总着拉了还有电。啊，这是啥意思啊？总闸拉了还有电，你的那个应该总配电箱在哪儿啊？总配电在这儿。啊，住别墅就是好，一户一配电箱，一电表。看一下下边接出一路电缆线，是他吗？是不是他？那就拆开看一下，有螺丝，拆掉螺丝。看我就说吧，它有一路线，有还有水泵吗？家里面？啊？水泵那线有吗？有啊，有水泵啊。水泵线也有啊。嗯。水泵在哪你知道吗？水泵我不知道，它地下井，它是啊，它这不是地源热泵吗？嗯，哦，找到原因了，在这儿。嗯，这个零线在这里虚接了。如果把这个拉了，你试试。这是你家，是你家的哈？哦，对，这肯定是我们家的。好，没了，回去看。哎，嗯，这就好了，这就没电了，看是吧？电笔就没电了。我把家里给你恢复，然后我找外边的原因，行吗？啊啊啊！再看一下这个零线是不是没接好？零线在这儿，看，就没压上。它应该和主零线压在一起的。这样把线压紧。它单走这一路应该是水泵的线，然后连着庭院的大门、灯，都走到这一路，直接送电。正常零线是不带电的，零伏，这样应该就好了。火线220，零线零伏。如果测的零线有电压，要么零线虚接，要么是火线有漏电的。现在正常了，恢复电路，送上电以后，大门也好使了。主人很高兴，差点就换大门了。维修完成。哎哎，大爷，你这个工作服是哪个厂的？哎，大爷的工作服和我的一样。